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食物链。今天的减糖料理呢是非常适合冬天吃的哦，因为里头有姜、有麻油又有鸡肉，所以保证你吃完呢又饱又暖，而且又能瘦。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食谱，不过呢不喜欢姜跟麻油味道的人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做这道减糖料理吧。